OK，Hello，、okay, 大家好，我是181。然后我因为工作关系，今天这15号已经到日本来，然后今天是20号，已经过5天。然后我是有一只就是公司的那个手机啊，就发现它卡不能用，所以我就重新办了一张那个 SoftBank 的卡，软银的卡。然后其实不是很推荐，因为它其实只能打电话，那上网啊那些什么都没办法，所以其实还比较推荐的话，就是 B Mobile，就是那个可以4000块的话可以有1G，然后无限上网，就是它就是可以上网，它有无线方案，也有1G 的那个高速方案，它最高好像是到就是3.75G，现在最高的20多 mega 的样子，下载可以到每秒下载最高20多 mega，可是机型要支援才可以使用啊。然后，可是也有一些不错的功能，像那个软银这只手机啊，它是我看一下，我转过来一下，软银这只手机的话是，我看一下，8082，诶，看得到吗？看不太到，821SC 就是三星做的。软银其实跟三星是渊源还蛮深的，就是，好，啊糊掉好糊掉哦，等一下啊，哇，我试着想要调竞拍，但是还是没办法，好，没关系，那我直接这样讲，然后821SC 的话，它其实很久的手机，可是它可以看电视哦，正如同我所说的啊，那个它是没有办法上网，它如果你点开这个雅虎这个按钮。点进去啊，那是直接连到，它是可以连页面，但是就是只能设定那个 Mail 之类的，就是它的那个简讯 Mail。好，那没办法的话，那就只能看电视了。那就没想到它电视其实还不错哦，它电视还蛮聪明的，就是。有一个东西叫做，等一下，我先把它关静音。有一个东西以前那个台湾也是，台湾是用欧洲的 DVB 系统，而 DVB-P 的话，它其实有个功能叫做 EPG，就是可以传送那个它的节目内容的资讯，就有点类似数据。那就日本人就用这一点提供他们自己的服务，然后它就是你看哦，这个频道它在。表演什么，它下面这个就可以显示说它现在的资讯。那而且他们做更彻底的是，它可以浏览那些频道的新闻频道的文字新闻，或者是说现在的气象。啊，我只是我相机太糊了，没办法看。那这一点的话，其实台湾的手机都做得很差，就也不能看电视，然后 DVB-T 的那个数据内容也没办法显示这种就是网络的消息，也不是算网络啊，算电视网络里面的那个资讯消息，就很像干一般的那个上网。我现在这边搜寻不是很好。然后我看，它就可以浏览，loading，看不太到哦。那算堪用了。然后今天广岛是10度，然后气象预报啊、新闻啊什么都可以看，好看不是很清楚啊，sorry。好，基本上来讲都还算是不错的一只手机了，就不是智慧型的。然后 Mail 的话是可以收，如果你设定那个 Facebook 的讯息的话，它其实是可以收 Facebook 的资讯，像这个 Facebook 的什么留言啊，都可以收得到。其实只要你要用那个，你还是可以用 Mail 的方式去。upload 你的一些什么 Facebook 的配那个 picture 都可以，就是 Facebook 有它专属的一个网，那个叫做什么？
专，你都会有，每个账号都有专属的一个位置，你只要记得这个位置之后啊，它就会传到你的那个叫做 Facebook 页面上。像我这个就是我之前测试用，真的有传上去，非常堪用啊，只能说堪用。花了3000块自己充值了一只只能打电话的手机，不能上网。但是其实不太推荐人家使用啊。如果你真的要用，你不如去租一只，可能一天才300块的那个叫做什么出租手机，因为他们这边犯罪量太多，所以他们一般的预付卡都不愿意让人家申办，所以就很贵。因为之前有那种移民犯罪，专门用这个号码去犯罪。啊，那首先还有什么可以讲？总之，日本这边我应该还是会再分享一些东西。好，就先这样了，拜拜。